以前我这老早就好长有那个，长跟那个粉刺一样。粉刺。不时间长跟脸上几圈的黑黢黢吗？哦，黑头那个呀。啊，多大呢？你说脑壳里头还是外头？脑壳里头呢，都是才进了脑壳里头那几圈。嗯，还有这个热到外头的热到，热到上上了发达，要不然脑烂，脑烂后来长骨节，叫长骨节，我骨节一抠它带出来了。嗯，这看长了俩骨子那么大。那用的属于是，热到上大多数容易长的分毛瘤。前天我脸上还长了，有点没好。疼不疼？不疼。长老筋吗？嗯，带筋呀。嗯，出来。哎。给咱大哥掏呢，也是合理的。给咱大哥那里头掏掏，你转身都太快。